黑色污染，混沌之源，它预示着万物的未来终结。天命于此，无可违逆。默默侠也会被混沌之力化为齑粉。默默踪迹已进红石，他将踏入混沌的迷雾中，无法逃脱。我的心肝脾肺肾也，哇！哼，好好驾驶。机动花瓣可是我的得意之作，仅此一辆，不准弄坏。哎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嗨，小朋友，你上哪里去呢？去彩虹石，我要在那儿守夜呢。彩虹石？对呀，就是那块很奇特的大石头。巧了，咱们同路。彩虹石是什么样的？简单点说，它是一块剔透的水晶，正午时迎面会反射出七彩的光，还能让植物茂盛，是幸运石呢。就是这儿了。你们这玉米杆长得也太茂盛了。小屋和彩虹石都被遮住了。那还记得大概方位吗？就在田地的南边。好嘞，我们一起去。这玉米田真够大的呀。应该早就穿过了才对呀。这是幻术做成的玉米田，有人搞鬼。怎么回事？怎么破除这迷阵？将猫猫之力汇聚于心再看。好，我来试试。迷宫消失了，是路。你们看，草屋，彩虹石。明天正午，就靠你送我们去摸摸星了。菊花、枸杞可以熬成明目汤，哇，可真香啊！原来彩虹石还有这样神奇的作用。真想快一些打败混沌王啊。混沌王这么可怕？他从混沌中诞生，让所有生命回到混沌，就是他的目的。雷捕星怎么会被他盯上呢？忽然产生了黑暗，黑暗吸引了混沌王。这就是人类进步中付出的代价吗？谁呀？大早上的就扰民！大人，快醒醒，敌人来了！来得好，咱们一对一决个胜负！我的心肝脾肺肾呐！摇彩战术啊！快去大树上避一避！我可经不起他们这么折腾啊。小爱，洪大人遇到麻烦了吧？你快想想办法呀。别害怕，你看看天上。天上？我的心肝脾肺肾是海龟号无人机。到达目标地点。这是清理瓦斯，快捂住口鼻。是御守红喜，是他操纵的羊群。哎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真是辣眼睛！羊群被驱散了，那就直接破坏彩虹石。
他的目标不是我们，不好。魔魔星之门就给我永远关闭吧，如意精灵！慢着，哼，嘿，哼，红喜，你敌不过魔魔侠的。我们可是红喜呀，你打不过我们。先打倒他大人，变身。哼，冷水，火。唤醒正义，守护家园，我是魔魔侠。魔魔侠来得正好，如意精灵元阳开泰。啊，怎么又冒出来两个？这是我，这也是我，全都是我，管你是谁。元素之力，流金，如意精灵，金钩护体，元素精灵的保护，什么样的攻击都能挡住。如意精灵是金元素形成的宝器，很难对付。万灵飞踢，万用连击，得找到他们的弱点。和默默星说再见吧，我们上。快阻止他们。讨厌的小毛孩，精灵压制。掌控自己了，红喜，请变回御手形态吧。将摸摸水晶放入这彩虹石的凹槽中。哇，彩虹的通道，走了，打败混沌王，安全回来。彩虹石就交给你来守护，一起加油。